在要去露营了，跟我姐还有一堆 couple， 十几个大人跟十几个小孩，是露营，人会比较多。然后我们想说可以录一下我们在美国露营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出去露营，我们还蛮爱露营的。然后这一次还加了我们家的小狗狗扫把，老狗，对，它很老很老，十几岁老狗。我们等一下就给你们看我们营地长什么样，拜拜。OK， 我们到了，这是狗狗可以跟着一起来 camping 的 camping site， 空间更大了。每一个 site 都有这种可以自己烤肉的，然后这种比较舒服的，下面没有什么树根的，就是我们的放帐篷的地方。OK， 我们搭完帐篷了，锵锵锵！我们买的是八人帐，虽然我们只有两个人，外加一只狗，但是我们觉得八人帐会比四人帐更舒服很多很多很多。露营嘛，出来已经不是最舒服的状态，就是要睡得舒服一点，所以我们就买了。我们一直都是用八人帐，我们还有个天幕，就是可以立起来，然后大家在下面吃饭。我们要等其他人到了以后，再把天幕架起来。爸爸，哦呦，哪都走不了是不是？好可怜哦。是哦，哦。你还知道要来露营啊？然后上相是不是？啊，乖乖，哦，乖乖。好乖哦，天。因为是乖乖吗？好乖啊。因为是乖乖，但是因为他在桌上才乖乖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下面你就不会乖乖，对不对？好乖、哦，是不是？在下面他就暴走，大暴走，会大暴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我的麦麦妹妹，糖糖，窗里那个设计是。Charlie， 我开车技术。哎 ，Charlie， 你看到草地里面了。姐夫啊，这是我姐一家。嗨。嗨，我姐姐 Tiffany。这是主办人。主办人。姐夫。这是我姐夫 Charlie。Hey cheers。我姐夫说他买了一个，只要两分钟，对吧？两分钟就可以搭起来，几个人 ？One person。哈 ？One person, two minutes. OK。你这全新的吗？这全新的，还没打开过的。你们很夸张哎，一个人自己两分钟。没有，他现在已经要30秒了，姐夫。姐夫，你要拉一下。哎，大哥，要去打路。哎，好，走路走路，我们去你那边拉。哎，搬水箱吗？我们要出去了。对，这是那个要移。对，这个要先移开这个。搬水箱把那个帐篷移开，快点。这个不动哦，这个不能动啊。你先移开帐篷。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OK。这洋葱可以有个味儿。有个味道，我觉得洋葱放点多在一起，对啊，你觉得吗？要多放点吗？我第一次看到查理做饭，放点洋葱，放在一起的味儿。哎，不用当大叔，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啊！太猛了，刚一下带这个，真的。
忘了带那个什么刀。天哪，姐夫帅点翻炒啊，赶快！那我不会这个。沙儿有点冒点火星子。嗯、哦。可以。你看我姐。真的，我平常很少看两个下厨的人。真的。尤其是姐夫。尤其是我姐。有姐夫，我没有看过姐夫下厨。要不要就分一点？有，姐夫会做早餐。哎，要不要可以分一点？哦，好，要的吗？那个盘子可以分一点，拿好多人哦，我们第一次跟这么多人录影。嗯。不要误会，我姐夫他不会做饭哦，我不知道，他平常没有在做饭的，他今天弄的哇，好专业哦。早安哟，姐夫，我特地来录你做早餐了。做的不太好，这鞋子这样倒下去，以后就它就流在尿里面去。啊，因为地不平，是不是？地不平，最先吃给小孩子吃，阿姆来的。耶，早安，妹妹，恩恩。不用不用不用铺纸，不用铺纸，这不好。早安。这里有一个小，不要太小了吧？妹妹，这是你的妹妹。啊，这是你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的。谢谢。嗯，你的盘子呢？哎，谢谢你啊，你吃这个。哦，好漂亮哦。拿点呗。哦，好漂亮哦。汉堡。汉堡。这个拿远一点。他喜欢这个。闪闪发光，这多份。怎么样，姐？妹妹也要鸡蛋。喜欢跟我们露营吗？你喜欢跟我们露营吗？好多人呢、啊。其实 Tony 过得很开心，因为他不用做饭。Let's roll. Yeah. Hello. Hello. 要不要？好棒哦！啊 ，pickup truck 好棒，好棒哦！对啊，一样一样，好棒哎！真爽 ！I'm smiling. You're on the video.
的露营行程了。刚刚最后看完了瀑布，我们就直接回家，还不错啊。我觉得在美国露营就是大家一起玩，然后如果可以在一起，就是所有的营地都集在一起，然后人越多越好嘛，食物永远吃不完。Yeah. 对啊。Alright， 就先这样喽，我们要走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